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阿弥陀经，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。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在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，于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识。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，摩诃迦舍，摩诃迦旃延，摩诃俱迟罗，离婆多，周里盘陀伽，难陀，阿难陀，罗侯罗，交梵波提，宾头卢波罗堕，迦留陀夷，摩诃杰宾那，薄俱罗，阿耨娄陀，如是等诸大弟子，并诸菩萨摩诃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阿逸多菩萨，前陀诃提菩萨，常精进菩萨，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释提桓因等无量诸天大众聚。尔时，佛告长老舍利弗：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度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其度有佛，号阿弥陀，今现在说法。舍利弗，彼度何故名为极乐？其国众生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度七重拦笋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树，皆是四宝周匝围绕，是故彼国名曰极乐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度有七宝池，把功德水充满其中，池底纯以金沙布地，四边街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，上有楼阁，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，池中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，微妙相接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国度常作天乐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御天曼陀罗花，其国众生常以清淡，各以衣革成众妙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，即以时时还到本国，梵寺经行。舍利弗，极乐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复次，舍利弗，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嘉陵、频伽共命之鸟，使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，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，其度众生闻是音已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舍利弗，汝勿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，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度无三恶道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度尚无恶道之名，何况有实？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。舍利弗，
比佛国度微风吹动，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，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，闻是音者，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舍利弗，其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舍利弗，与汝意云何？彼佛何故号阿弥陀？舍利弗，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，无所障碍，是故号为阿弥陀。又舍利弗，彼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故名阿弥陀。舍利弗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，于今十劫。又舍利弗，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，皆阿罗汉，非是算数之所能知。诸菩萨众亦复如是。舍利弗，彼佛国度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度众生生者，皆是阿毗跋致，其中多有医生补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。舍利弗，众生闻者，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所以者何？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舍利弗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说阿弥陀佛，执持名号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使人终时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。舍利弗，我见势力故说此言，若有众生闻是说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度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，东方亦有阿处毗佛、须弥相佛、大须弥佛、须弥光佛、妙音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南方世界有日月灯佛、明文光佛、大焰坚佛、须弥灯佛、无量精进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、无量相佛、无量床佛、大光佛、大明佛、宝相佛、净光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以及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北方世界有焰坚佛、最胜音佛、南举佛、日生佛、网明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
当信士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以及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下方世界有狮子佛、明文佛、明光佛、达摩佛、法床佛、持法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以及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秀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焰坚佛、杂色宝花延伸佛、梭罗树王佛、宝花德佛、见一切义佛、如须弥山佛、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，各于其国出广长舌相，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说诚实言：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以及诸佛所护念经。舍利弗，与汝意云何？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？舍利弗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，即闻诸佛名者，是诸善男子、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，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舍利弗，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。舍利弗，若有人已发愿、今发愿、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，使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于彼国度若已生、若今生、若当生。是故舍利弗，诸善男子、善女人若有信者，应当发愿生彼国度。舍利弗，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，彼诸佛等以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：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，能于娑婆国度五浊恶世，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。舍利弗，当知我于五浊恶世行此难事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佛说此经已，舍利弗及诸比丘、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等闻佛所说，欢喜信受，作礼而去。佛说阿弥陀经。赞佛偈：阿弥陀佛身金色，相好光明无等伦，白毫婉转无须弥，干目澄清似大海，光中化佛无数亿，化菩萨众亦无边，四十八愿度众生，九品贤令登彼岸。回向偈：我今称念阿弥陀，真实功德佛名号，唯愿慈悲哀摄受，正知忏悔即所愿。我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愿我临欲命终时，
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我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阿乐刹。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